三公，
谈这回进行这个印尼这个大海啸呢，啊，这回大家都发生，哦，这回屋顶迄落差不多要死两千，啊，所以呢，你也看咱真呢，哦，三二八九呢，这个结束会可怕，啊，所以呢，进行。少个是要到300,000人，啊，这回可能是拄我进前吼，啊，少一个吼，吼有惊着啊，直接啊去迄个吼，啊，所以呢，这回就较无较严重，啊，所以呢，咱呢，所以今年呢，拄我拄着拢这回呢，咱三二五点呢，会当。来修炼啊，得呢，啊，所以呢，咱呢爱赶紧呢，哦，赶紧来做，啊，所以呢爱把握现在，啊，就使上这个时间依然如是，啊，所以进接受者，啊，咱社会呢啊，足乱，因为无法。咱像，遐江苏地啊，毋捌咧洗地气啦吼，因为即摆吼，社会乱啊，欠债啊，侪，吼，啊欠债，伊方法呢，吼有够侪，但是呢，伊就是拢掠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伊会贪，伊贪呢来受骗，啊所以呢，咱何方呢？拄好即个有一个同事呢，拄好过年过来吼，伊拄好迄个退税，爱发就是伊无写迄个咱即个口罩的吼，伊怎伊妈妈甲伊讲吼，诶，迄个咱迄个财政部接一条过来，讲退税啊，爱即嘛吼，伊妈妈讲，爱拄好迄阵拄好拢着挂名吼，可能即嘛有呾着挂名，拄好了。伊就赶紧，那去伊就因叫伊妈妈把钞票给伊寄回来。啊，伊叫伊叫对方联络，啊，即摆叫对方联络，了后呢，伊呢，换出伊的迄个跑车的迄个名，换四个人啦，啊，一次的安尼个叫了100,000啦。啊，所以呢，我发个感觉呢，因为咱一定爱注意配水。哦，一定，你若是讲要用这个口罩的话，伊这个国税局一定会寄钱着来到你厝。啊，所以呢，哦，咱千万呢，唔通哦，搁再是疫情真足济啦。啊，咱国家啊，拄好接到就是讲接到讲，想用一个打电话。啊，拍电话吼，啊，伊也叫爸爸，安尼啊，讲吼，我王大爷啊，来电话，啊，电话安尼啊，啊，咱，我阿妈向我阿公吼，哎，歹势哦，我无查某呢，安尼啊，我爱食饭啦，但是食饭了后呢，咱大阿妹赶紧去啊，拍电话阮婆子安尼，伊讲我请过电话来到边啊，安尼，所以呢。这款呢，伊是电，伊咧电人呢，吼、哦，方便够济。啊，而且呢，后关于讲啊，你已经着迄落身上丢着啦，吼、哦，你爱赶紧哦，丢着偌济，啊，你爱寄偌济，诶钱呢，来迄、那个纳迄个税金，即嘛为着咱足济，吼、哦，就是安尼去用。所以呢，我用呢，我利用这个机会呢，阿爸来
今天你像不像是一样的升级的人有一夜发生啊，咱如果进天地里头如果咱带着人希望一夜打我讲的讲起嘛不甜的你带着心心的这个消除的以为起码一片片的这个这几年是从一八地一个尽管是一起的以及嘛美国嘛从一八地的而且嘛叫人一起的啊叫人一起的时候像像是要当晚发出来的因为咱怪一个尽管是一个企业时候去起来的一个就是咱一起的人啊一定要叫咱企业人一起一起给叫人啊所以呢起码咱来去，所以呢，两个是要高薪呢，哦，这两个是要的，高薪嘛，因为你怪事的时阵，起码你用电表当查来的时阵吼，就是你这条线，就是你怪事，你怪事，哦，你无听无着，但是你旁边是，安尼你就怪事，所以呢，两个是要，给。想高薪，但是咱爱应该是高薪，所以呢，已经进社会吼，也是个家庭吼，啊，所以咱呢一定哦，别使贪，哦，啊，别使像像人家在做高薪，哦，但是你一定爱，哦，爱，你一定爱经过业考，考完不要辛苦。阿伯也可以呢，咱社会也不是咱自己，啊，所以呢，阿古阿呢，我阿伯呢，阿弟阿叔阿公吼，伊当个长辈啊，阿叫咱话平等，我阿跟阿爸咪讲个，阿古阿呢，伊讲吼，伊是啊，也是做起码也会消费一番，啊，所以我呢，大概我到家，就讲，谢谢阿公阿爸。来讲道理，互咱大家听。伊是要甲咱自慰，
前来以前来讲，总是感觉讲比以前更加欢喜，更加无助。这是为虾米呢？现代人流行精神美容，该做的功夫，甚至呢追求品牌的物件，流行的化妆。可是呢，未去真个用心，该做一个家己的个性、习性、观念、价值观关系。搞无好个待遇好个，无请个待遇请个，无水个你安怎个待遇水个？这就是呢，咱人生上基本的生活品质。那么呢，所以咱第一讲讲该做，也就是咧甲咱讲哦，用心来塑造咱家己。在历史上，诶，先天先富，绝对不是讲天生所成的，不是讲这个囡仔生下来，以后这个囡仔会当注定做一个先天先富，不是安尼哦。你是爱透过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才会成型的。一个人细汉的时阵，就爱透过父母来改造伊；那青少年的时阵，就爱透过老师来改造伊；勇敢成年时阵呢，就爱透过咱自己来改造咱家己啊。但是呢，咱不是拢会对伊家己。会因为侧目、思想侧目，拢毋知影讲要来寻某改造，所以呢，民主伊才讲哦，伊讲民有加天赋，家己品质，有好心利不利求，又搁甲人讲，讲读书之道有他，尤其放心利利。所以讲的放心，就是安那，甲咱迷失的心，赶紧的来找我倒倒来。哦，咱时常会当听到人伫咧讲哦，讲该收收心了吧？哦，应该来个心收好，倒倒来时阵啊咯。咱甲看哦，一个人会真输人，伊无法度通做主的时阵，就可比讲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个元首呢，伊无法度通当政，伊无权，伊无法度处理国家大大细细的代志。那虽然原本住伫咱本国的子民，伊移民去外国啊，在伊感觉，伊感觉讲咱的国文阁袂歹啊，对唔对嘞？或者是讲住伫咱本国的子民，伊袂管国事，伊袂担心国事，在伊感觉讲，哇，这个国家呢，阁真安宁，对无？但是事实上呢，真正会当了解内情的人，才会当知影。其实呢，这个国家呢，早就已经化变了。同款的哦，当咱的天理用心无法度通做主的时阵，表面上看起来这人，伊就够好好啊。但是人伫咧讲哦，讲日久见人心，顾虑顾忌，地当无发现哦，这个人已经迷失了。有一次呢，伫咧开线有班的时阵，这个老师伊问所有的同学，伊讲托尼啊，现在为师问你一个切身的问题，希望你大家拢会当踊跃地回答。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您感觉您家己的信念如何呢？是不是有时甜，有时苦，有时甜，有时咸，有时好？有时来，有时欢喜，有时困难的。老师跟你讲，讲咱人的心，心可以分天堂地界，可以地公地阁，可以成佛成魔，可以尘埃落幕。老师跟你讲，徒儿啊，你拢知影，我们改变环境。但是你拢袂记一个改变你的心境，你拢知影要变化你的环境，但是你拢袂记一个变化你的心境。当然啦，环境太侪了，你要安怎去改变呢？环境太侪了，你要安怎去变化呢？所以讲上课，也就是改变你的心。
讲遮，是讲富吉头，伊是一个度假天堂。一分钟前，伊是一个天堂，但是一分钟后呢，伊却是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科学家伊嘛知影，咱现在踏踏的地球，天顶的月头、月亮、日头，已经过了千万岁了后，因就会安那，因会去变化。所以讲，日头、月亮、地球，这拢不是真的。那啥物才是真的呢？啥物才是不变的？也就是咱的真如自性。所谓真，就是甲咱讲，伊确实是真的，毋是假的。那如呢，也就是咧甲咱讲，永远不变的，吼、哦，袂去变化。在菩提上面就甲咱讲哦，伊讲这个真如自性，伊袂受着时间的限制，伊袂受着空间的范围，现变的不生，叫变的不变。那先不离甲咱注意讲。提供咱这个人，咱今仔有这个体，咱身有一个人，人是万物之灵。那这个人呢，一定呢有两撇，一撇代表圣人的性，那这个呢代表凡凡夫的凡。先不谈咱自己讲呢，讲咱身有一个人，爱咱含性凡享受。前面都甲咱讲哦，讲这篇代表真，自然人的人性。好、哦，自然人的人性，咱来看哦。自古以来，留伫咱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的，也就是这个人根、心根、土根的佛教。伊一老天上，名留人间，伊死里都无享受。就像咱玉皇的历代圣贤贤君。因虽然离开咱遮尔啊济、遮尔啊济冬啊，吼，有可能是几百冬啊，但是因的德性、因的精神，却永远留伫咱一般凡人的心目当中。所以讲哦，咱爱为点仔书，甲咱点的所在，去找着咱迄个真的主人。那前面去甲咱兄弟讲哦，讲这边代表个自然人的肉体。这个肉体呢，伊虽然，吼、哦，咱这个肉体虽然是无形无相的，但是呢，这个肉体虽然是有形相的，但是呢，伊只是一个工具。如果讲咱无搁再来运用这个工具，善用这个工具，反倒在这个工具会做孽做罪。所以讲，所以甲咱讲哦，伊讲无爱初心，无犯初心。为啥呢？为啥你当初也甲咱讲无爱初心？我既然都真爱这个身躯啊，为啥我搁会担忧这个身躯呢？因为因果有定，作业做错拢是因的。咱伫咱个书伊就注意，伊甲咱讲，讲世间人拢以假为真，因为讲这个假体，伊就是真正的我，啊用心计较。爱伊水，爱伊享受。咱伫顶下所讲个，讲敢真正咱人真水，有影，就是即张皮黏黏水尔。如果有一天咱人若死去了后，送去火葬场火化，顶下所讲，伊头压落去看卖啊，火化了后杀出来，头拢同款，拢是一具个白骨头。迄几只个白骨头内底，头安尼个上尾个。较水个呢，伊讲找无，逐处拢共款，目睭空塌塌，吼、哦，敢若即个体而已啊，敢若只是即个体而已。所以讲呢，咱爱知讲，即、這个假体有一天伊会害你，这毋是真正个我。那么呢，经文来甲咱讲哦，伊讲人之初体即是我，咱世间个人面对即个体。就是真正的我。出体是后，你是谁？当这个体袂用一个时阵，伊又搁是啥呢？原来出体有真个，原来这个体呢有一个真个，加多一个假
真正咱会当去明白，对一个是真诶，对一个是假。咱会当真正去照假而来修真，咱才会当以后成为咱本来诶真面目。那经文内底伊搁甲咱讲吼，伊讲。来到一个村边，因为天气已经真暗了。
那今年呢，除了这卢星以外呢，还佫带着一位叫做卢翁的德林。今年呢，这卢星，伊困伫蒙床顶，吼、哦，带伫这个客栈内底困伫蒙床顶呢，伊家己就安回想。伊回想伊家己一生当中的命运，那在伊阿康的不幸，伊不住呢，由内中由内心的悲壮中来，伊也不断地唉声叹气。那到伫隔壁这个老人，伊听着老亲不断唉声叹气的声音，伊就想讲，隔壁迄个人客，刚是遇到啥物困难嘞？是安怎伊那安尼心事重重？所以讲，这个卢德林就行来到罗星的房间。伊入来到罗星的房间呢，伊就对伊讲：“讲我呢是住伫你隔壁这个人客。今暗呢，我听你不断地唉声叹气，不断地啊那哭大哭的声音。我想讲，你一定遇到啥物困难的代志，你敢会当甲我讲？我想要帮助你。”那这罗星呢，伊就来家己一生当中坎坷的命运。为头讲到尾，吼、哦，简单讲一遍，讲这个卢德林听。当卢德林听了后呢，伊就安慰伊讲，讲少年呢，古早人讲到真好，生死由人，富贵在天。一个人一生当中会吉凶祸福，拢是命中注定的。你莫免太难过，太过伤心啊。那么不管呢，这个卢德林，伊真慈悲，伊就安尼为伊的心上面做了一个枕头。伊交代予这个卢星讲，讲你把这个枕头摕去困一暝。我相信讲你隔天起来了后呢，你对人生的看法就完全无同款咯。今暝呢，这个卢星，伊就困伫卢德林交代予伊的枕头，因为困了一天的咯。实在是太疼了，所以讲呢，倒咧卧床顶，我不得困去啊。当这卢星困去的时阵呢，伊就开始伫做梦啊。伊梦到啊，梦到伊家己一个人去了一个唔知名的国家。伊知影这个国家是啥物所在？那伫这个国家内底呢，都有一个真有钱的官位。这个有钱的官位呢，看到卢星伊身上一表人才。先叫家领导，就甲伊查某囝机会互罗星做保，而且呢，佫互伊伊个查某囝一大堆个嫁妆。伊个太太呢，不但生得真水，而且呢真贤惠。结婚了后呢，就甲伊个赛车摕出来帮伊做生意，互罗星做生意，互伊创业。那么呢？罗星会事业做啊一帆风顺，伊赚了真济真济的钱，而且呢，太太佫甲伊生了不赖位，不赖的囡仔，真巧真聪明的囡仔，伊的家庭会当讲真幸福美满。人家讲讲因素钱，囡仔一个拢愈大成人咯，娶好的，嫁来，那年过人不愈嫁了后呢？外孙甲外孙，一个一个出世咯。每一个孙仔拢真健康，真古锥。这个时阵呢，罗星伊就呢，甲这个伫这个行道呢，吼、哦，甲伊孙仔伫遐佚佗，伊佚佗啊真欢喜。因为呢，后生也那事业也成功咯，所以呢，伊就甲伊事业交给予后生去管理。家己呢，就甲伊太太伫树林享受清福。那伊梦中呢，这个老心，伊活到80岁，而无病而终。这个时阵呢，老心因为伊在醉在梦中，欢喜一笑呢，就醒起来啊。当这个老心醒起来的时阵呢，哦，伊阁真欢喜，阁伫啊，阁陶醉在梦中，迄、那个感觉。但是，等到伊完全清醒的时阵，伊才发现讲，原来拄只虾，拄只出发的虾呢，毋是真正，遐拢只不过是一张梦而已。所以，当伊真正清醒的时阵呢，伊家己感觉讲有失落感，吼、哦，感觉讲有失落感，因为虾毋是真。
我就是后悔，或者是认真，拢是安那，人生匆匆啊，真紧过啊。荣华富贵，就如同火眼云烟。又搁有啥物好追求的呢？又搁有啥物好在意的呢？路程已经过这么慢，又搁经过了吴德林安排开始，伊也真正会当体会着，体会着人来到这个世间，嘛那像伫做一张梦共款呢？那像伫看一出戏共款呢？阿妈，出生是开始。咱出世的时阵是人生的开始，那么死后呢？死亡呢？就是人生的结束。这就是咱像咱人伫这个世间的欢喜感觉。不甲伊讲哦，伊讲人的寿命不过百岁，人的躯体不过是七岁。这是现在互你拥有名利、权势，你又搁会当满足偌久？你又搁会当享受偌久？但是呢，世间的人天天看不开。咱有钱，就想讲，看会当更加有钱无？有地位，咱就想讲，咱会当爬得较悬无？有权，咱嘛想讲，咱的权会当更加大无？拼命追求，一直到死，永远就是讲无满足的一天。结果呢，你就会放命去。完全咱自由的心，大大肉体的享受，就是咱无法度真正得到了快乐。有钱有利的人，规天心烦意乱，规天空虚苦闷的人，嘛是有呢。咱爱了解哦，人无可能永远住伫这个世间，咱人无可能啊，我们不可能永生。一定爱知影，感恩伫这个所在。有一次呢，有一年呢，咱伫这个阿福家一间佛堂伫个开千班的时阵，这个老师伊面单，伊把所有的班员讲一件代志，伊甲咱兄弟讲，伊讲伊有一次呢，落来到咱这个世间的时阵，咱凡间的时阵，拄好呢经过一间观察店，那么这间观察店呢，内底我放一首音乐，老师甲咱讲。这间观察店所放的音乐，这首歌呢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等到你。那离开班的时候，老师讲：“徒儿啊，这间观察店所放出来这首歌呢，总有一天等到你。敢是正等你等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就爱咱自己回答了。学校呢，隔壁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呢，伊喜欢我。这个妹妹呢，伊吼，我感觉讲，嘿，伊哪有遐尼啊高明问题？因为伊听到啥物声音，或者是看到啥物物代志呢，伊拢会做好奇的。所以讲呢，伊就会问哦，伊有一个伊的嘴拢会有一句话，我才讲，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哪会安尼的？那有一天的暗时啊呢，这个妹妹，伊就来讲道。啊，拄仔好呢，互他陪伊细汉囝伫个读书。忽然间呢，这个妹妹伊听到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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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伊就讲，哎，为什么这么晚了呢？这里那晚了，哦咦哦咦的声音嘞，伊就甲我问讲，哎，是啥物声音呢？我甲伊讲，迄种声音呢，是救护车的声，救护车的声。那伊就甲咱问哦。啊，为什么这阵啊阿妈有救护车的声嘞？我来讲啊，因为有人看病啊。那么这台救护车呢，要赶紧去载迄个病人去病院，予医生看。就是因为足紧急的啊，所以呢，伊车顶伊开放讲吼，伊吼伊的声音，有人知影讲，爱注意哦。吼，有一台足紧急的车要来啊，开车的人爱注意。那青年呢，伊就接起个阿门呢。嘿，奇怪啊！奇怪，啊，这台车哪要去载别人，无爱来载阿姨你嘞？哦，我来讲，会啊，有一天会来载我。咱阿姨哦，若破病啊，啊是咧死去啊，这台救护车呢，伊就开开，咱这条路来载阿姨啊。伊也讲，哦，安尼哦，
表情真难过，我搁在甲伊讲，啊，老师死去啊，伊哪里？伊也讲妈妈，咱人毋是着爱看病，或者是讲食老，害死去吗？是安怎到这个老师，社会老师，伊搁真年轻，伊搁做少年呢，而且伊做伊搁来伫学校咧教册，我做伊搁有看到这个老师，是安怎这个老师伊也无老，伊也无看病，啊，伊哪会死去？我甲伊讲，咱下早是早自修的时阵，老师甲你讲，咱学校一个老师，社会老师死去的时，伊敢甲你讲，伊是安怎，伊是安怎死去的？伊讲有啊。老师讲哦，这个社会老师就是气氛的问题。那伊就讲讲妈妈，啊那老阿袂食到老，阿袂破病就会死嘞。我甲你讲，是阿那先不爱甲咱爸阿公哈，是阿那先不爱甲咱爱我囡，我囡做我囡想，因为时间袂等人，不是食老他会死，所以讲呢。收听呢，袂使等。吼、哦，收听袂使等啊！无常呢，来的时阵，伊是无咧含咱讲啊，咱含伊讲讨价还价，伊是无可能的。所以爱话无感谢，那无可能永远活伫这个世间，总是有死的一天。但是妈妈看到我们死的时阵，咱也真正去体会到，哈、啊，我的肉体虽然害去啊。我这肉太死去啊！我的人生并无死呢。当你真正了解的时阵，人迄阵啊，阎罗王，伊要算忠孝，把你一生当中的所作所为，都如同放录影带安尼放一遍互你看。迄个时阵，较深深体会到，我一点仔讲到，我在世时阵一点仔讲到也无做，也无行。有的甚至恶贯满盈，满心罪过，只好伫八年高日去轮回转世，真正是万般都下袂去，为因业随身。为虾米在咱人当中，咱的当师傅拢一直甲咱讲，咱真爱做，嘛毋等到时阵呢，家己会讲早若要知，早若要知呢，我嘛安那加了愿，加做我功德起来。早要知就歹交代啊呢！咱爱安怎，咱只着爱把握当下，真爱好好啊，照计收集，好好啊做。那上次讲到时阵，咱讲的就是早要知咯，而是好加知。咱爱了解哦，一个人的出生时代、环境甲背景，在身体上，咱是已经无法度通自由去选择。譬如讲，好学。好、哦，一世人家己家有缘，我爱做伊家的查囝；我甲娘家有缘，我爱做伊家的媳妇。这是咱，这是互相过去世呢所种的因缘。当然，这是咱无法度通自由选择。可是呢，咱以后要行的路，人个人要互咱的人生提升，或者是人要互咱的人生快乐，咱就是会当决定伊的。咱就是会当相合意的。师尊老大人，伊甲咱做比较，
光线，以及点位妙观赛，得到苏州道观，老的经营红光灯。这是苏州老大人，伊刚刚做别，修办的，是爱靠咱家己用智慧去分辨，用真心去体会，体会咱家己对修办的。我问我家己，我是真心的，也是假意的？在一切修办的过程当中，只有用心去体会，才会当得到成就。今仔日我有真心无？只有靠家己来教育家己，督促家己，才会当知影。开开心，无上心，只有靠着家己。来看我自己咯，我哈亲身感受着，我感受着这个世间呢，一切都如同万里地，都如同白云地。一个人若这条鱼富贵，伊就会安那，伊就会想要追求富贵。这条鱼名利，伊就会要追求名利，追求这条鱼钱财，就想要追求钱财。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好亲像拢伫个为名利宽恕，咱伫个追求名利甲宽恕过程当中，渐渐迷失了本性，甚至迷失了人性。所以讲，咱伫爱照着人生来修道，照着修道过程当中诶，来看好人事物，甲一切无常诶变化，看到着人生甲人生诶过程。一世人来到这个世间，毫无疑问的，带袂走一切阴晴阴相，所有一切，一带走了了，着干多，带走着干多，随着咱的因果去轮回转世。在咱的当中呢，咱的讲师，咱的经典，一直甲咱鼓励，讲教咱爱咱立身行道，爱赶紧做。关键是说，有可能，吼，伫咱个咱同乡内底，有人在怀疑讲，咁真正咱人去做咧，去行说，以后会当得到福报，会当得到福报、德报，吼，这是确实的。有当时啊，咱为别人付出，不一定别人会当知影，但是请你相信，吼，在这个天地之间呢，鬼神一定会知影。因为啦，天有目睭，吼、哦，天有眼睛，上天老母在看。七公婆婆，伊安尼甲咱处理，伊讲道理啦。恁的一切行事，恁所做的一切代志，究竟是好，也是好，伊全在家己。上天是应该的，常常记得笔记录起来。虽然你的报案看不到，报应也未必然即刻就到，但是天的法律伊是无私的啊，善恶必报。这个时阵正是好心观念的时阵，你爱观念快马大鞭，也爱如临青天如履薄冰，唔茫搁在低空中打滚啊！天书。都爱以智慧点大无明，茫在红尘中打滚。天书，都爱明明白白，识透真假，人才会当借假而来修真。借假修真，在咱道当中呢，江师曾经甲咱处理过，何谓借假修真？也就是甲咱讲，借着外在人事物，伫这个过程当中，甲咱锻炼，使咱的心性，使咱的智慧不断伫个提升，为之借假修真。第二呢，就是找回原来的心。
前曾经交互他处理过。伊讲电话，你和亲人呢住伫新市，那跟你班的姻缘呢，较袂当拄啊好。恁上重要的呢，也就是爱把恁的道心顾好势。吼、哦，这是天平啊，有甲伊处理的。有一天呢，互他去想着这个道心。我哈呢，就甲我哈的同学问讲，听人家林总讲的，这个道心，甲咱道中所讲的这个道心，如果讲那是要用一个有形有相的来甲伊比喻，你会感觉这个道心就如同啥物呢？好、哦，当然就是咱的同学比较对，伊甲我哈讲，伊的强刚大，阿无伊成功，那我哈呢，就用安那。用一个比喻，吼、哦，我讲，我感觉这个道心呢，如果讲要用有形有相的呢来甲你比喻，就好比一支的钉耙，好比钉耙，那咱呢，就好比啥？咱就好比这个苦海内底的小芳船，吼、哦，苦海是乌乌暗暗的，很需要一支，需要一支钉耙来救你。如果讲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人会到心无去咯，当然是钉塔的啊啦，会暗淡无光。那咱到心无去，咱的道心安那，咱还开咯。这个道，这个钉塔暗淡无光，有可能咱安那，咱会伫这个苦海内底，伫遐坐袂出来，咱有可能就会安尼迷失去啊。所以讲呢，这个钉塔真重要。当然，就是讲一个人伊去道呢，真肯定，吼、哦，不管伫不管伫个天光了外，伊的智慧呢是安那，是光明灿烂的，伊的这个灯塔就特别会光。那如果讲呢，咱呢，咱修行的，咱伫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咱是安那，咱讲好好啊，好好啊，那安尼咱的灯塔肯定安那，可能就是安那，较无迄光线较低光。
营养啊，入去这个体内，赶紧就走出来。走出来时阵，二话不说就带着恁的爷爷呢，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一大车行的路，感觉后壁无人回来啊。伊就问爷爷讲：“阿囝，拄只是上爷甲咱看。”那爷爷呢，就甲伊爸爸讲：“爸爸，你敢知影，天顶的月亮，目睭拢金箍箍，一直咧甲咱笑。”当咱伫咧做一件歹代志的时阵，咱拢会认为讲，也无人会知影。其实咱知，天灾地灾，耽误咱的良心不知影的。夜头三尺有神明，这句话相信大家拢有听过。那这个神明就是指啥物？指在这个天大地之间，判断因果报应，善恶的一个法则。也就是你跟咱讲哦，天顶有一个天顶有一个天平，一个尺，伊会甲咱每一个人的思想念头，咱来评估伊身价哦，集合起来，将来还要随着个人的因缘、个人的因果去轮回转世。天地之间非常奥妙的代志，所以有一句话是安尼伫咧甲咱讲的哦。伊讲咱所想的每一个念头，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拢伫咧塑造另外一个未来。个人即个所做的行为，你是先或者是后，到尾啊，上天再做定断。有你
想要做天使，那上帝伊知影咯，伊知影这囡仔。
一个囝仔，一个一代。那上帝交代伊讲，恁爱随时保持一个一代的能量。有一天我会来巡哦，上帝会安尼甲伊交代。但是呢，一天、两天、三天过去啊，上帝伊拢无来。咱这边来在养心呢，啊，上帝就来啊啦，上帝袂过来甲咱关心咱的一代，咱手清气啊啦。所以这个囡仔伊啊，伊就分担，伊就排开啊，伊就无爱去啦。结果嘞，有一天，上帝伊真正来了。所有的囡仔，每一个一代呢，拢卡了一张真高的防护刷，卡一张真高的囡仔。其中呢，只有一个囡仔，这个囡仔的名叫做阿公的。这个阿公的囡仔呢，虽然上帝伊无来。伊也是同款，每一工把这个一代饲啊，清清气气。结果只有这个阿公的囡仔，伊做一个天使。这个故事就是甲咱讲，实实在在做代志就对啦。阿妈就是甲咱讲，成功的人，往往就是遐个掂掂个做代志的人。吼，掂掂无话无句，啊安那掂掂个做代志的人。遐个人拢是以后成功个人。中央研究艺术李远哲先生，吼、哦，李远哲先生，当伊得着诺贝尔奖个时阵呢，人就安尼讲啊，我即李远哲先生，伊一定是头脑真好，吼、哦，伊一定是真聪明，伊个天赋一定比一般个人更加超拔，伊才当得着诺贝尔奖。但是当李远哲先生伊听着即句话时阵呢，伊安尼讲哦，伊讲亲爱的，毋茫想讲有天灾即件代志，无即回事。我是用真济个精神，一届搁一届，一次搁一次，反反复复，不断伫个做实验，不断伫个学习，伫个研究，今仔日我还当成功。比如是像你今下讲的，讲我是一位天才，也就是讲哦，伊对工作态度认真，对问题、对研究底，才会当成功的呢。比如是咱所讲的，所想的，伊是一位天才。你敢知影啦？伊家己安尼讲的，伊讲我每一工工作，拢超过16小时以上。平常就是安那，伊暗顿咧食暗饭的时阵呢。伊个头壳，啊，搁伫个想着，伊哩是做实验个物件。有一天呢，伊个太太足用心个，吼、哦，研究去看师傅，用心去煮一盘真好食个菜。等到这个李远哲先生呢，伊食过暗饭了后，又搁伫伊个实验室做实验。半暝啊，来李远哲顶困个时阵呢，太太就甲伊问啊，问讲，你感觉讲我伊暗煮迄盘菜？意味如何？甘有好食？结果呢？李远哲先生甲伊太太问讲：“啊，你今暗时煮啥物菜？”咱讲话，为着事业，为着工作，你失利不得其利。这就是伊对工作态度认真，对问题、对研究底的精神呢。所以甲咱讲哦，只要你肯认真拍拼，你就是一位天才。哦，你就是一位天才。有人安尼讲哦，伊讲成功的人总是不断地创造机会，那失败的人呢，总是安那退缩、痛苦、拒绝学习、拒绝我不要，啊，家己自家家己安那起一个墙伫遐，起墙你无搭位，你就永远停伫遐，袂进步。所以讲，委员啊，你不断地创造机会，你才会当成功。我哈相信讲，咱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有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有重要的角色要去扮演。只要咱用咱的热心，好好去做，好好去开始。
写版天书，吼，妈妈是甲心交代互上天，所以我袂惊。我讲以后呢，妈妈这个担子呢，这个担呢，你得爱安怎甲妈妈担起来。伊也讲妈妈，我会全力以赴。吼，我阿听着安尼，我阿真甘心。那伊讲伊会当做讲师，即摆伊个个就甲伊讲，讲妈妈毋是安尼尔，伊滴吼，伊个讲伊要去开封。
你拢因为某命的牵连。如果讲你的某命若无停止，轮回生死就永远不离我。业由心生，业由心灭。咱来讲白甲猫，白甲猫也着是咧注意着咱的自性黑暗，甲光明的分辨能力。自性光明的人，伊的心是慈悲的，是提升方便的。但是自性黑暗的人，伊的心是自私自利的。这两种人同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咱看到。但是自信公平的人，伊的心是感恩、感恩的呢。自信公平的人，伊的心是欢喜的呢，是自在的呢。自信无爱的人，伊的心是不满的，伊的心是愤怒的。这两种人会当分出自信公平甲无爱的分别。为什么爱应该不等呢？师尊老大人伊安尼甲咱慈悲，伊讲徒儿，爱恁来不等，并毋是爱恁来得到啥物物件，而是爱恁真正去了解，恁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天理良心。